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仁慈圣母传教会的李叶娇修女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复活节第三周星期一的福音。今天教会纪念圣亚大利娜主教圣师，福音是若望第六章22节到29节。若望记载那些被耶稣的真饼奇迹所喂饱的群众，在第二天早上发现耶稣已经离开了以后，就立即搭小船前往格法翁去寻找耶稣。耶稣一听到他们问他什么时候到的，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，他们寻找他的动机是因为吃饼吃饱了，而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，并且劝告他们不要为那可朽坏的食粮劳碌，而要为那能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。我们的天主是全知的天主，他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，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深刻。所以只要我们聆听他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生命的优先顺序。例如耶稣在马窦福音中说，我们要唯独侍奉主，依靠主的照顾，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喝什么，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比食物更贵重，我们的身体比衣服更贵重，并要我们仰观天空中的飞鸟，虽然它们既不播种、不收获、也不存粮，我们的天父还是照顾它们、养活它们。更何况我们比飞鸟更重要，慈爱的天父自会保护照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耶稣面对抱怨妹妹玛利亚留下他一人独自忙碌的马尔大说，马尔大，马尔大，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。玛利亚选择了最好的一份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耶稣的话对生活在物质消费至上的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提醒，提醒我们需要时常在天主的引领光照下分辨，以免不知不觉地被物质的欲望取代了我们真正的需要，而陷入未满足欲望天天劳碌不已的生活。奥斯定在皈依以前觉察到自己内心矛盾的心理状态，他认识了真理却不肯接受它，渴望消除心灵的束缚却被欲望捆绑着。这些矛盾在他的内心激起了一场剧烈的战斗，直到他读到圣保禄的书信，意识到不要争斗酗酒，但要穿上基督，终于使他不再犹豫，下定决心回头改过。他在悔改后对天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太迟了，太迟了，你一向和我在一起，我却总是躲着你。因为那时候的我一心追求世俗虚伪的美物，是你高声呼唤了我，是你光照了我的心，使我能够品尝到你的甘雨，使我饥渴地追求你。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，不过感谢天主，因为我们不缺乏天主的恩宠和圣人的榜样。